国家，守护人民。各位长官及贵宾，现在进场的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、海、空三军乐队所组成的国军联合乐队。目前所演奏的是《海风进行曲》，这是由国内名作曲家侯志正教授所创作，乐曲气势磅礴，在强烈的节奏中展现全国军民同舟共济、万众一心的壮志豪情。国军联合乐队主要任务为执行国家重要军礼及庆典操演等勤务，每年除定期于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各场馆演出，更经常受邀至各地区文化中心演奏，可谓名闻中外，享誉国际。紧接着进场的是素有国军荣誉部队著称的中华民国三军余队，他们代表国军的形象与荣耀，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。三军仪队主要任务为执行友邦元首访台军礼及国家重大庆典等勤务，平时于各驻防点担任礼兵驻防任务及礼兵交接仪式，庄严肃穆，名闻国际，更展现我国军坚实壮盛的一面。首先演奏的乐曲是由示范乐队中士李玉川所创作的《见义勇为》，以嘹亮的小号声为今天的联合操演揭开序幕。代表国家，军旗代表军威，联合旗队旗正飘飘，旗海飞扬，搭配一队队员势如破竹的先锋队形，展现出国军捍卫国家民主的决心。Thank you.
队弟兄排列出三环队形，象征三军协同一致，相互扶持，无时无刻守护国家安全。界中的蜂巢一般，以象征稳固的六角形搭配坚实利落的枪法，象征国防能量牢不可破，坚不可摧。展现出勇往直前的气势，三军弟兄平时努力于各项训练勤务，战备操演，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力量，是捍卫民主自由的先锋。三军一队将在没有音乐的伴奏下呈现原地间枪法。原地间枪法是以枪法动作的拍枪声配合踏步及靠腿声作为节奏，请看操演。请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鼓励。接下来的操演，国军联合乐仪队将以三首正面励志的流行组曲来呈现，敬请各位嘉宾拭目以待。现在音乐响起的前奏是民歌时代王梦麟的经典歌曲《小草》，在激昂壮阔的前奏
透过辨识度极高的旋律，展现小草苍劲坚毅的精神。如同国军，纵然面对各种艰辛的考验，仍能顶天立地，不屈不挠，迎接挑战，奋勇前行。稻香是流行歌手周杰伦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，歌曲中处处散发着温馨甜蜜的气息，同时也为每个地方努力过生活的人加油打气，知足常乐。现在所呈现的是荣耀双十队形，象征三军弟兄与全国同胞共同欢庆国家生日，让我们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点的一字波浪队形，一对弟兄利用短暂的时间差，由前而后做出精准且充满力道的枪法动作，呈现出有如波浪般延绵不绝的画面，同时也展现一对弟兄们绝佳的默契，请再次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。势在必行是歌手陈世安与毕书尽共同合唱的歌曲，歌词中充满正面的励志精神，就像国军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勇敢坚强，当雨过天晴之后将拥抱每一道阳光，自信前行，昂首飞翔。将手中的 M1 步枪排列出携手同心的图样，展现出军民一心、携手向前的信念。随着音乐接近尾声，乐仪队的操演也即将告一段落。国军联合乐仪队在此祝福全国同胞及嘉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中华民国国运昌隆。预备。
超野阿兵。谢谢。